隔着千里，从西北过来，从东南过来，我们相聚在武汉。但我们可能经过昨天晚上很短暂的破冰，再加上未来的，我相信大家不会感到彼此之间失欢失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为了家人的团聚和发展打拼，是我们天然。